长柯文哲到宜兰出席历史悠久的抢菇活动，马上引起现场骚动。市长这次为什么要来参加抢菇？您好，第一次看，来看那民俗活动。终于抵达活动现场，柯文哲两只眼睛张得很大，还抬起头不断向上看，对13层楼高的抢菇主舞台很好奇。第一次看到，那个怎么那个掉下来没问题？不过这场活动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有赞助，是不是事前有和郭台铭先联系？柯文哲直接否认。郭台铭也有赞助这个抢菇活动，那有特别跟你提到，还是说你今天有任何代表？没有在台湾的。郭台铭董事长有跟你提到说，请你来帮他看一下吗？头城抢菇活动深夜11点15分才登场，柯文哲提早8点半就到。虽然这次还是没机会亲眼看到比赛，但柯文哲到宜兰人气不减，当场又变人形立牌。尽管网络柯粉持续减少，但宜兰当地民众看到阿北出现还是非常热情。三立新闻黄国瑞宜兰采访报道。